这个。敬礼到十二点。敬礼到十二点，你从贵到弱。一直一直看你这样，明明就是经过，一直背对。好家伙，你们好家伙，好师傅。我跟你讲，我先把这场拿下再说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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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哎呦，打枪子给你！你很会做哎、欸，你会做。二号在哪里？这个二号在哪里？哇，去！哇，哎、欸，你在干嘛？进去！哎，拉不到。哎、欸，有机会哦。没有，这个很难，这个很难。是真的有机会。有机会啊！哎呦，走，有大球算了，小的球台打打起来很好玩。哎呀，真正的机会在这里！哇，好扯哦！好 ，OK， 杀！我现在有在看戏，但是比睡好险，大难不死，必后。哇，这球有水准，这球有，做的不错，做的不错，这球不错，不好打，不好打。希望你先碰到黑色。过不去哦，过不去，跳球啦，跳球。所以真的是我的自由球。哦，是是是是是。哎，只能说，不是那几颗要拉进来，桌子放松在中间。只能说爱耍帅啊。我，但是我自由球。自由自由。那我当然是要硬撞啦。我绝对是硬撞的。拍什么？我不应该给你建议。进轮打的是效果。你知道吗？我有哇，有机会。像我们不要讲话，我觉得越讲越弱。哎呀，哎呦，我钓到了，很会做，没进还做到。哇，这很难的。跳球，跳球，等下输家先来的。我想一下，没有先，我们没有先争金牌之后。最后名看谁要去尽力，哦，那个得省，最后再争出来。六七啊，太多，可以可以，这球难吗？我跟你讲，这个盘不好说，还是你再跳一次球。这个四强战现在有点焦灼，有点激烈哦。六号冠军门票奖落谁家呢？请拭目以待。哎呀，哎，做一个好球给你。你刚刚是要打中带还是灌底带？我是想要灌过去，因为这个不可能这样进去的、啊。但我也没有瞄那么准、啊。难说啦，这也不一定啊。这么远，这个。哎呦哎呦哎呦！有水准，有这球不错。六号在哪里？只有碰过球尖哦。你不会连撞球的水果吧？那是体育老师也太屌了。你没有修这？你打九号？哎，那我这样子是怎样？我两个输啊。九号拿起来。九号拿起来。对，九号拿起来放中间。没有输的。然后他自由球打六号。自由球打六号。打歪掉，打歪掉。戳歪，看一下，
不是没有那么简单，没有那么容易，不是打了九号就来赢。那个 Chuck， 那如果是我不知道打，然后白球那一天被拿去打，白球进，然后九号球也进的话呢，最优秀就他赢啊，就给他了。哇，这很危险。哇塞，所以我这样到那边八也难打。你应该下那边啊。不是哦，怎么样先打七啊？你就直接推过去啊。算了，你们自己打。我现在不能告诉你，我现在是要抢铜牌的人。就跟你比较想要跟谁对战？我蛮想跟小乐对战的。是不是压力来了？对，不是，因为我觉得我这颗不会进，我要想办法让他也不会进。然后三秒钟，哎呦，有想法、啊，所以他有想法。这个技能的九号也不好打，难说。其实我觉得看看他怎么打，但这个要进是简单的。他知道要洗哦。果然是混过球板，进去哦！哇，难说了，难说。真的有可能跟小乐打喽？难说了，难说。但如果没进，他有可能在洞口。对。哇，有可能会进去哎、欸！我想这打得进去，基本上他是绝对混过的。我觉得白球有可能进去。全民性运动啊，被他做到这样子啊，这样子还打这么厚，哎呦，现在大家是干嘛？以为在打那个以为在玩象棋哦，锦标赛，不是一直在那边锁来锁去。OK， 他可以让我们输家鞋吗？因为不要让我们悬在那里。可以，可以吗？哇！安全，先安全，先安全。哎、欸，我要输家先，输家先，输家先。啊！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敬礼，我都会笑哎、欸。剪刀石头布，哎、欸，我开。我好紧张哦！殊死战，我个人这一局必须拿下。我是私心想看春哥进点。我也是。真的有进，你有进。你第一球就差了，我没有打到一号，他没有中一号，这要重新吧？没有，不用重新了，没有变他的自由球，哦、没有我很诚实。哇，哎，刚才进了，打错进哪一颗啊？太急了，哎呦，啊哇，现在真的是大家有用脑袋在打球，想再认真了。哇塞！哎、欸，你杆子先碰到位GG哦。这太难了。哎呀！刚那球很屌。哎呀，我有全部连成一条，北斗七星哦，给他炸，用力赌一个，用力。现在目前为止没有进半球，有吧？用力啊，反正你说我吗？对啊，我啦，大家都没有，刚都不算。哎，但现在已经很少球，很少球馆，哇，进人了。你们太久了吧，你们这样、啊，我们在叼来叼去，他就过不去啊。这颗可以，有机会啊，这颗有机会。不能这样子，怪我们，我们的球盘就是这样子啊。
哦，这个粘在一起这么大。转开。哎呦，可以，这球你可以。哎呦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哎呀。哎、欸，这个也不好打哎、欸，这个超难打，这边只能撞一下。我观察中奥运会，不然你就做一球。观察中综合体要赛，输的要敬礼。哦，何必？这个你顶带有可能会进中带啊？哎，不会。啊我觉得春哥是你打太谨慎，你有点差球啊！我是不是打太谨慎？你太谨慎了，你太不想岌岌可危了，你太不想进你了。哎呦！哎呦，黏住，主雕、啊，完蛋，这GG！我靠，黏住了啊！这没办法。哇，你这是什么招啊？喂？手要插好哦，要碰到球台。哎呦，哎呦，这球没有 OK 了，反正这样也不好打。对，我没在防守上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你们那一场比较好看，我们这一场要谨慎哎，输了要敬礼哎。那也不一定，其实不好打，因为我刚都不一定。这不好打，很难进。哇，这个是留枪子给你。这个。哎呦！哇哇，完了完了完了！有机会。进轮要去了。我去了。你要看他落点。看他谨慎啊！哇。没事。哎、欸，有有有，没事。春哥要去了。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不一定。这个很难说。很难说。这颗不好。现在每一球都要很谨慎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巧克，哎呦哎呦，准哥去了啦！上天就是这样捉弄人，不一定哦，不一定哦，不一定，真的不一定。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春哥，你这个没进，我会笑。这也不好进。来吧，老大，可以。收鬼魂啊！谁想的啦？不玩了啦！好事，差点结束了。没有，春哥输了。哦、最赢的人是春哥要敬礼的。对，我跟老大结束，谁赢谁就是最赢的。一路敬到十二点。刚刚我本来是说敬礼。摄影大哥，你该不会也在等这奇迹的一刻吧？我们刚刚在这边也差好了，差好了。春哥跟他问输了。因为刚春哥后来自己补充，他说眼神对到就要敬。剪的都不，哇塞！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你们说眼神对到就要进，对不对？一直睡，睡到十二点才起床，一路睡，还故意把眼睛这样搬开。是，十二点到了，又到了，十二点你们叫我起床。啊！没事没事，一开始而已。过来啦，哎，你知道有时候人生就是如此的捉弄人。没有想到大家都想要赌这一次。哇，这个太扯了吧。但你这对你抓多少？这是大家在对你太小看我了。重点是这颗完蛋。好，我想一下怎么弄。跳球？不可能，等下跳一个整个又塌下去。
我已经看好，等一下如果你没有打好的话，没有，我一定打不到的。等一下给你自由球了。四号，十四号。哇，你很会做球喂、欸！这个是运气好、啊。四号、五号、六号、七号。让我连这一场赛事我都不想看，直接拒看。啊！你不是打那个哎、欸？没有，我刚刚想要做别的、啊。那这颗是摆回中间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你自由球。这四号打进五号也打不进啊！哇 ，iPhone 13 Pro 多少钱？要7万。7万？谁要买啊？七笑，7万。iPhone 13 Pro 太贵了吧？我觉得你们太自在了，你们没有把球赛当一回事。有，我很认真，我要赢你。哎呦！哎，碰到靶了，碰到靶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没事，你们没有我紧张。五七，哇，小杰要赢了，要不然会被小乐。小乐会一直在你旁边哦，对他很烦，他会很烦。我在旁边绕圈圈。春哥，你是不是希望谁？是不是希望老大爷？做得好，做得好，好好球。这球啊，我要做给自己才行。好险，没关系，直接做那么难打。抓去我，抓去我，抓去我，失误了。反正没关系，这球他也不好打。哎、欸，刚是干嘛？刚是干嘛？刚是什么？吓到！红包袋。没事没事没事，这个不好打。小布。真的很邪。你说桌子啊？对。不会吧？这个 OK 啊，他进了也没关系，不好打。这个是难说的，他不好打。如果说屁股轻到，应该是进。不可能，他没有这个技术。我刚看过，但是我有这个技术，我有这个技术。首席尽力。冠军啊！冠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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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冠军啊！冠军！冠军！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球啊就摆在你房间，我帮你拿去啊！啊！冠军！冠军！不是，我突然想想，这样纯哥一直对我敬礼，其实我压力。对他一直对到你，你也不太不太好意思。对，不好意思。冠军，冠军，冠军走，哎，冠军请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冠军，冠军，冠军。他是一个真男人，而且他自己家的条件是只要对到眼就要敬礼，他都有做到，而且还叫我冠军，这样害我有点不好意思。说真的，我其实不太会打重球，但人生中就运气还是很重要。全明星运动会参加久，玩什么游戏都要很认真。结果呢，我们的春哥，我们的面包村长又输了。春哥就好像
应该有特别避开小乐的眼神吧，不想跟他对到眼。然后小乐就在淳哥旁边一直游走。你知道得到淳哥的敬礼是我们面包村的最高荣誉。